Mina， 你过来，你这样欺负郑雅就是不对的事。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原来你是个说谎高手啊！现在居然还有人敢铁发孩子，我会帮你讨回公道。明明老师就在这里打我，你干嘛这样子对我？你现在这么做是在对大家说谎哎！我被判缓刑了，我人生这辈子都会有这个污点在身上，在我面前好好表现不就行了吗？你要是不先来惹我，我也不可能会去动你。从现在起，吴文秀老师请离开学校。文秀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分手吧。闪耀的恩秀，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未来戏剧台。